只是靠念，讲啊，这清楚，这明白啊。上者尽一生之行修，为念佛名。这个人念佛念一世人，伊就念这句好好啊。他者尽念一生，皆可往生。咱看到咯，确实有真多真多念佛人，多半是甚物呢？多半是庄开老阿公啊、老阿嬷啊，伊若毋捌字啊，也毋捌听经，伊一天到暗只知影念阿弥陀佛。临终往生的时阵，最上稀有，有的时机，也有真多无破病啊。讲走就走，要徛得起的，坐得起的啊。这就是机缘加持啊。这就是啊，一心念佛，甚至讲伊未晓念经。就是这句佛号，早年对韩老和尚迄个徒弟宝鼎师，大家拢知影。这个故事是谈起老法师，早年伫香港讲的啊。啊，我听到的也是一个。录音带啊，老法师是伫佛寺内面开示的时阵，一个录音带内底讲几个故事，啊，我对录音带顶面听到的，啊，老法师只介意啊，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叫伊啊，一天到暗就念一句好好，念忝了就休困，休困好就刷落去念，所以啊，一点啊压力都无。啊，念三年，有地时机徛得旺盛，这人是无读书，毋捌字，一拜经都无听过。伊为甚物遐尼坚定念佛呢？伊家己真正的感受到人生太苦咯。伊想看麦，伊迄时阵40多岁，无读过书，甚物技术能力都拢无，有一个煲鼎煲碗，真简单的一个手艺。生活非常非常的艰苦啊！逐工担着这个担去装卡，内底啊去行行的啊，也是毋是有人这个碗拍破去咯，鼎拍破，啊个也补好，也会用用。做这行的人，我细汉时阵看过啊，装卡内底一年啊总会来一两三摆，次数无多。对这个经济啊，是不是有鼎啦、碗啦、拍破去，伊给你补起来？现在啊，无咯，这个行业无咯，所以啊，伊啊是真正吃着苦头咯，生活太艰苦咯。对韩老法师是对细汉因同乡，共一个庄个大汉呢，
看到伊出家咯，出家也袂歹，有通食，有通住，生活过啊袂歹，所以啊想要跟伊出家咯。可是出家也是有条件啊，啊你出家每工寺庙内面五堂功课，你若是袂晓咧，啊你伫这寺庙内面啊。无立足之地啊！伊真正有危险俩。啊，我刚经过，毋捌字，无读过书，所以对路就无办法咯。伊细汉啊，大家拢是同伴，袂当无甲照顾啊，啊，伊啊剃头。伫砖骹，坐一破庙，无人住，叫伊去遐去住。即人住伫即个破庙，就教伊一句阿弥陀佛。伊讲你就老实念，即人好啊，听话，老实啊，听话啊，认真念啊，伊就成功咯。伊就是三个条件成功咯，三年成功咯。对咯，对伊非常赞叹啊，刚经的时阵，常常引伊来做礼。啊，三年时间去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咯，人也是袂用你看伊无去啊，我咧无人看伊有去啊，走去时遐尼风光，走去遐自在。潇洒，互人看得真新鲜啦。这就是即块讲呀，上者上进一行，这是上者。